啊，我借问一下，啊，你打包一个偌济啊？2万有够哦！啊，那要涂跤我唔扣，你唔是爱钱爱甲什么垃圾代志拢做会出来，扣啊！直接锤死！我警告你，你即群若怕咧，你唔拿牛拢卖做啊！我阁会送你回去吃免钱饭。我恁到底是要创啥？我钱拢赢出去啊！你讲，我想要创啥？我当然想要做你的人客啊！安尼，请问这位美丽的女士，你敢是头一摆来？我敢唔讲，你会当卡着我？走！少年好，你。阮姐啊，也是你会当叫的哦啦！要赚钱就较甘愿的啦。我拢已经聊落去啊，还阁有啥物袂当忍的？那你请问这位美丽女士，阁需要啥物款的服务？服务哟，我想看卖咧啦。既然你这么想要做狗，那呢，你就把我的鞋子穿好清洁。安怎？嫌我的鞋子太高是吗？太高，嘛无你的人太高啦。安怎？为什么趁钱啊你啊？还是讲？你要穿我的鞋仔底，我会当加钱哦。就是要做牛郎，嘛袂用做个遐尼啊无尊严。我是来听一个牛郎说情话，唔是来听一个渣男伫遐冷笑话。我一直拢是安尼，你讲。其实我根本就无需要讲话，我干那靠我的外表，遐个人家就介意。我怎会愈看你愈惨白啊？无你到底爱我安怎做？你就直接讲，我照做就是啊嘛。好啊，那安尼，你去电子花车宾馆跳舞我看。你喊我跳舞？哎，这台是别人的车的。这是我开八千块租的，我连衫拢替你穿好哦。这衫哪会这灰啦？哪会？我感觉这适合你的啊。看我还袂发脾气之前，你去换换。
穿女装啊？阿天不是头一次穿女装啊？之前为着要弄吴英英的脚胖，你连跳梁小丑都演过啊？穿一个女装算啥啦？你根本就是开始搞糟蹋的。我是多一个人，客去牛郎店找真爱啊！而且我只是爱你晚上跳舞尔，你叫做糟蹋，无你是要痛光光笑我？你是要做还唔做？不，你让你先送啥？我唔客气呢。这条我不会谈重的，应该吧？等一下回去，我就跟经理讲，把钱拢退给你啦。哪会怪我无跟你讲？你若是敢走，我就跟过去。你为着荣华富贵出卖我，甚至出卖你家己千辛百苦的代志，完全压压出来。我搁看你经理搁敢请你？哦，唔对，应该是规个牛郎界拢无人敢用你哦，因为。无任何的人客想要跟你这款无情无义的人有来哦。林子彤，既然咱就无迄个缘分，搁行落去啊，要各人行各人的路，就唔好啊。是安怎，你就爱断我的生路啊？歹势，我唔是开五万块来跟你旧情绵绵。进去玩啦！我也是欢喜哦，进步未少哦。这应该是顶级舞者的价码吧？规日跟他跳舞，一个人看，我哩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各位乡亲虎落兄弟姊妹，今来看这个世纪复兴悍跳求饶舞，现世报哦！哎，跟小乔不尊你。你这个人哪会讲一套做一套啊？你讲卖讲过去的代志，你即摆跟我变故笑，就算我过去做真侪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但是我嘛已经向你回信了呀。你到底阁爱我安怎做啦？你攀权富贵，想卡大相尊，想要放肆我，煞无想要做歹人，竟然就不好我，害我的人生差一点落油去。大家评评理。这种卑鄙的行为，敢是一个死的台当尊都煞的。这个渣男，到最后，和千金大小姐放散了哦，竟然还想要白当在前女友的身躯边，煞害伊前女友，和千金大小姐陷害个露体，一条小小的性命，都因为伊的爱慕虚荣都无去啊！这款笨手，是不是死一百遍都无？对啦对啦，我看这粪扫都无够格啦！哎，还一个粪扫桶。哎，你这渣男！哎，我粪扫！我哎，我哎，你真正是见下死啊！我哎哎，啊，你真是真冤人！我无对不起你啦，凭什么这物件给我干啊？喂喂，好啊，你莫再客了。阿拉无钱钱，该干嘛死啊？退！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渣男小三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大家一定要好好教训，替前女友跟宝宝报仇。拜托，别再等了，别再等了，我是你啦，我是笨手，我是男主，我要轻轻快不如，安尼总会赢的吧。老爷，
我是真心对不起你，是的。请你原谅我。廖凯宏真正唔知影见笑两字安怎写上，伊若是要回信的，嘛是应该对你、对廖家回信的呀，哪会走去对吴莹莹的外妈回信的呀？伊安尼摸大腿摸个这尼啊久嘞，你真正回伊假死，拢白了讲啊啦。应该回信的，那是我。我看这吴莹莹的外妈，伊的头壳嘛是有问题啦，一种臭人、傲人、笨手人，伊嘛要回收。因为林子宏要把你救回来，我告诉你，他是把我骗的，结果是真的，想不到我还能看到你。你赚这么多，你真的辛苦啊。我现在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大家接受你跟他们做伙，就看你是不是敢。无别项会当甲因阿公讲条件，就干那一项，以武山集团继承人的性命。妈，啊，不过我的性命是安怎去甲阿公讲条件啊？我的手头有一个药啊，会当让你甲开方暂时性。会假死，死到恁两个就宣布要殉情。等恁阿公知影恁真正安尼做，伊就会感觉后悔，为了让你活起来，到时阵伊什么条件拢会答应。免惊啦，都参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啊，敢讲？你唔捌听过啊？不过阿妈，迄、那个药啊，讲真正食袂死人。就算我有这可能害开方，我敢去害你哦？恁两个食的是同一款的药啊？放心啦，绝对无代志。假使会当让母家的人接受我，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。就算我要死，我嘛不要紧，我愿意打。凯宏，你都愿意为着我安尼牺牲性命，我当然嘛愿意。阿妈，安尼一切就刚好你安排啊。